央视最美女记者。最近央视女记者王冰冰走红，扛住了央视镜头的王冰冰，笑容甜美治愈，是初恋心动的感觉，第一次发现原来新闻这么好看。被感觉，被感觉，被感觉，被感觉。王冰冰的配音实在太可爱，网友调侃央视已经完全掌握了收视率密码。